不也不错了，不用在特别记那种，不用在记哪边部位，要需要那個，需要才有才是落点的。嗯，应该还可以再一次吧？你要打什么？嗯，我都没有了吧？你也是战龙跟驯龙都打完了。对啊，可能要去找一下那个痕迹啊。冰咒，我还没找完。才差一点点。盾斧是轻武器。啊？是吗？哦。 所以充能是轻武器哦，是哦，我以为它是重武器，我有时候怎么看都像重的吧。我想说，其实近战大概像那一种，都不算。但很奇怪，盾斧看起来很重。哇，冷冻恐龙，冷冻蛮热龙，看起来好吃哦。 生態系に急激な変化が現れている。調査団としてこの事象を見届けたいが、このところ食料の調達も難しい。おお、メスだ。生態系の調査と調和。だがこの地自身が寒冷化の道を選んだのである。我以为来得及，可是如果动画太长了，来不及。 想一下哦。先輩，我は故郷の生まれだからさ、とっくにその積もりだけど、故郷は別でも、みんなも俺と同じじゃないかな。モンスターたちのあまり。哎，他们说食物缺乏，前面就是冷冻的蛮恶龙，怎么不多来吃？在想什么？他说之后的食物会有缺乏，可能是因为软化的时候只用剑。 有没有听到？哦，也可是，哈，你还要分盾跟剑的软化哦。可是我有时候也是用那个斧强化的时候强化，结果他直接切换成那种拿剑来切。那也不是，你武器也太累了吧？对啊，还会瞬间变成那种剑吧。哎，那你其实进度很快，你不是上班？ 还是你上班前就已经推过进度了。我中午也回来吃饭，然后稍微打一两次，打了大概打了那只大那个什么蒙牛龙和那只冰鱼龙之后就去上班。哦，啊，你主要是有轻自由任务，没有轻啊？嗯。哦，可是我自由任务也是在那边乱玩啊。嗯，我是想说等到最后再来。再回去清。轻自由任务其实它好像就。 哦，有罗斯库特吗？啊，还可以继续用哦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只是换新人物而已。你绝对最强者那个啊，本碎银机拳就是那个啊。轰哥还有谁啊？你要打轰哥哦。没有，我是说那绝对强者是轰哥。嗯啊，那个是什么？很像，很像。碎龙。啊，碎龙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你要打哪一个？碎龙有点麻烦，那个头是那个，被人家嘲笑是那个造型。你要打哪个？都可以啊。还有30分钟，嗯，那就打轰龙吧。哎，可是我们是不是要先去看一次动画才？哦，对耶，轰龙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先去看动画了。好好好好好，等一下我的直升研究所是不是快爆了？ 哎，说是作者也是啊，我的直升机就是。所长别生气啊！说长，他爆了。你有让他多一层吗？没有哎，因为我没有打死。然后只要去踩东西就好了。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有50个。我现在已经3-4排了。可以啊，使用肥料。 没有，哎，为什么？啊？白痴哦！怎么的？没有，没事没事。任务。猫的戏仇恨好爽。你是哪一个绝对最强吗？对啊，绝对强者不是就轰龙吗？好。而且他以前称号就叫绝对强者啦。嗯。
他不是也是守门员吗？耶、yeah, 欸，哎不对，我是听说冰牙龙才是守门员，结果冰牙龙是冰原的守门员呐、啊，阿轰龙不是以前的守门员吗？对啊，太强了，快追到我的进度了，哪个进度？没有，我今天下午都在慢慢玩欸，采东采西，在玩那些一些烂任务。看，轰龙总是在胀气，他是在这胀气啊。然后往上来往下，看一下。不知道欸，我要找，因为我对那边其实因为那时候是剧情关系，我就没有再看，所以要找。他好像是跑去跟古锤龙在一起，但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，就是残爪龙、咬魂、轰哥，撑住轰哥，我开台啊，轰哥。啊，毕竟是要看动画，所以他不会乱动，就是。哪里？我找到了欸！啊，来，我找到了，是在骨那个骨头的那边。对，我下就是一定下去之后，下去再上去。对，没错，我看到他在吃肉了，还有红哥。这两个打完，后面就冰咒龙了。没有，就攻城战了。冰咒龙攻城战之后才是真正的套路。耶、哦！可是。这一版的轰哥好像他的吼叫没有伤害了，那样子。可怜的骨锤龙啊！车龙，要再会啦！哇！太扯了吧！他毕竟也是。某个事情的牙齿都断光了啊！直接把他咬死。骨髓真是越来越明面。战斗暴龙兽，这个花纹，这个花色。好了，是我要过去那边还是？你来啊！我刚吃饭呢。好，等一下。还是你也吃了？奇美莎离开之后，还可以趁机吃一次啊！白痴，我又忘记吃。喝水水，我也要喝水水。之后直接用叫那个坐骑过去。哇，杀毁、哦！我以为什么奇怪的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任两个任务呢？哦，原来是其他人。我们白痴哦！天啊，在干什么？我死最多次大概是只有。No！看到了，文化你吃饭。他了吗？还是他已经红眼？啊？那个啊，红龙啊，红龙怎样？他是红眼的吗？黄啊。好，那等下去撞他就好了。
为什么我每次都用没弄失败啊？可恶！我是标准吗？怎么从那边走？我刚忘记，大家会补一下。是有比走了啊！他晕了，他麻了。还好，我的坐骑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找不到你。好好在附近，来啦！啊！被打甩下来了。来喽，趁虚配。只要投射物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只要有一个投射物。嗯、哦，龙车。什么药猫才会撞？哎、欸，他走了。哎、欸，敲太大力了。哎、欸，中断了。又断了，好。啊、他跑掉了，又中断了，啊，又跑掉了，去哪里啊？下去了，前面有残的残座，应该会地震多吧？啊，汤啊！哎、啊，他怎么又跑上去了？哦，找你啊！而且这残座怎么是强化过后的、啊？我刚刚打那个也是啊。直接是吃肉过后的状态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哦、有点痛，我真的、啊、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吃肉，哎，吃肉会啊，快死了他就会去回去吃肉。对啊，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哎、嗯，因为现在基本上很难让他逼入吃那个肉的状态了。啊，咋、啊，峰哥怎么打输了？射器有没有？回回营地呢？我要回去营地。不，哎、欸，有兵走了。啊，那个残爪回来，没关系。又飞到他的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！我刚刚有用，还是我跑到他的手上啊？有可能哦，手上不行、哦嗯，你可能会一直飞到手上。我去找他玩。好。哎、欸，还在吃肉。哦，还开始龙车了。好了，我来。哎、欸，可以赶快撞啊、哦！他现在在荒野状态。哎、欸，他快死了。直接掉落，他应该算是快死了吧？啊！我被帮他定麻住了。买个顶。
没有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 Y 卡哎，为什么没有？哇，没关系，我这边有两个线。好，他的屁股地方很麻烦，我软化不到他屁股。啊，白卡了！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啦？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不算是白卡吗？我看他心跳很平哎、欸。好，让他回去睡觉，气死了，要睡不睡的。时间到了，先拜拜，拜拜。我结果还是没睡，天哪！我刚打那个冰牙龙也是啊，他一开始回家，然后给我往下跳，然后我往下跳之后又跑回家，所以啊，冰牙龙也很明显，也是我是因为。因为我发现他没有睡之后，我就没有去打他。哎、欸，他累了，那是七成了。那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没关系，没有，没有。下来的多。我在。他累了。哦。他这心跳，怪怪的心跳啊！还开疯狂狂车了，对啊。奇怪的心跳声。哦，还有还有，哇靠！这啥？大嘴巴。这好像暴龙兽、啊，白痴哦，飞到他脸上。哇，还算转身一撞了，受不了。哦哦，哎，好亮，好亮，好亮。切他尾巴过来啊，发生的事情，直接他有没有累呀、啊、真的是不敢杀哎、欸我是通哥，哇，还好，要不是要抓你，我就杀了你了。看，他没下，连断尾都没有，就代表真的还是他没有。
我撞到他，他撞到我，有了吧？这次一定有了吧？这个这么明显？傻眼，原来他家不在这里啊！在总该有了吧？没有的话，这真的是很恶劣。他那个行动，我那哎、欸，走这里啊？你去哪里？没有，我在那个爪痕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在哪里？在那个、哦、我看到了。我去抓他了。OK。应该睡觉了吧？好，我先。不行啊！有跑比较快吗？有啦，我想说有啦有啦，娃娃骨头。还在睡觉哈。我去挖，我去那个。这龙是想，这边我想干嘛？哦，有了，总该有了吧？啊，我要去挖骨头了。那骨头在哪里啊？那边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古老的化石。啊？怎么是一模一样？哎、欸，我匕首居然差一点，没事。中壳中龙。太古的宝珠，攻击珠首饰，哦，不错哎，攻击首饰哦，哎、欸，我逆境提速，一样还不错，有提速，不过你的攻击还比较好的感觉，我两个攻击首饰的，哎、欸，很好啊，拿来往长枪啊，真假的，我不要长枪，长枪就首饰。所是他的长相的专门技魔物猎人攻略吗？我没有哎、欸，我也是网络上找的，正在慢慢找。基本上我看人家影片比较多。对啊，你的攻略是说什么武器攻略吗？还是什么攻略？网络上或 YouTube 上有很多，我也都是看那些在学。呀，我去。还有十二分钟，可恶！还是我今天翘班？不是已经约好了吗？不然你到时候回头陪我打吗？还是怎样？可以啊。好啊，还是你要等我？你先去解自由任务。都可以啊，我好啊我先看一下有什么好解。那你主先等我啊。有一个自由任务就是那个啊，去采那个冻土之地的20个东西，啊、你就穿上那个。采集装，因为那个真的很有够几率有够难拿到的。是哦。嗯，你穿采集装就一次拿2个嘛。也是没错。然后一次可以采6次。看一下那任务叫什么？来自寒冷之地的呼唤，招呼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活动。今天按键改一改，你有没有觉得很不习惯啊？没有，还好。真假的？就只有包那些啊，投植物比较麻烦的。啊，包包那些按那些 X F F， 你都按得很习惯了。我 F 直接改成 Enter， 谢谢。我也是改 Enter， 可是还要按 X， 就对啊。我是设定 X 啊，是其实还好了，就本来 PC 的键盘。按键放位置吧，就很烦人类了。什么？那个有什么？那个有什么？对啊，我早就已经习惯他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去，对哦、啊，他现在还有出那个时装。我总觉得我们两个打，比我一个人打还好打、啊。正常吧，因为现在有两人血量啊。现在有两人，一人血量、2人血量和4人血量。
如果那个 DPS 的差劲还在的话，应该看到60%都是你在打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你要看到我挥控其实很蛮多次。不是用弓箭玩啊，可是弓箭要看它属性，就是。对啊，就很吃属性，很吃属性，就是。真是烦。现在弓箭要成型也是要后期想。想说对啊，我弓箭想说后期再来玩，前期继续用锤子。至少要等明波龙出来，明波龙拿去做弓箭装。是哦，因为明波龙有他的那个弹丸节约那个吗？没有，他魔物技能，听说了。有属性什么的，反正现在 PCTS 大概都是那个啥别的吧。什么东西？那个有什么？一开始我找不到防御，什么防御？哦，防御扛错吗？扛错，它不是改成那个滑鼠的侧键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改。你没有改哦？他改，他帮我还是扛错、啊。哦，表示你的滑鼠没侧键是不是？可能哦。哦，我滑鼠的功能很简单，就滑鼠不如它的左右键。你知道我今天玩太刀就是找不到扛错键，他扛错不是那个了，然后就到处找，所以我今天太刀完全不能间切跟那个兜哥跟白痴一样，我就是左键跟右键在那边挥。然后是有人跟我讲，是有人跟我讲侧键的时候才开始看，那太刀就不需要左手啦，只需要右手就可以玩了哎、欸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那侧键按钮应该还蛮小颗的吧？是，难按死。然后，但是这样一直按，这样绝对很快就坏掉了。是不习惯用到拇指啊？它那种那小颗，然后在平常按的话，我就觉得有几率很高几率就坏掉了。哼。我去看一下什么时装可以做好。没有吧？有吧？魔戒开放。那个时装是旧大陆的时装哎、欸，可以啊。哦，我是想要套一套残爪的、啊。什么意思？残爪的时装就是他的装，他本来装备那个外形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啦，可以，现在可以生产的啦。现在可以生产装备去套外形哦、喔。应该吧？是这个意思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是、欸。对啊。哦，我以为哦是之前获得的，可以用。所以是旧大陆的时装，你可以直接做出来了，不需要票了。还是要票、啊，还是要票吗？对，没错，你还是要票。不用吧？他只是在看一下、喔，在那个，你看外观装备啊，他还是要票啊。是啊，我现在看到制作那边，他其实是需要票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他只是刚好之后，哦，等下去跟哈基道歉。知性眼镜。哎、欸，对吼，我之前看到有一套 skin 我没有的。那个叫什么？他那个叫啥？苍星的那个防具 skin， 我看有人穿过，可是我好像没有那一套。我记得那个是人家用那个啦 ，mod 改的啦。可是 mod 改真的？那他们是用 mod 做出那个？是不是我本人看得到他的那个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。哦，那个是 mod 哦。对，他就是把那个。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，他跟我一样都是穿那个明灯笼套装，啊，怎么看上去他就是穿其他的东西？没有，对啊，我写，然后看他是很像写的是苍星啊。对啊，那是 mod 啊。外观装备，他写外观装备是苍星，我说奇怪，苍星有时候出这一套吗？因为有人就是做烧鸟那一套很阿拉伯的啊，去打明灯笼，不、oh. 啊，跟我们打金羊。然后就问说：“你怎么会穿这套打、啊？”他说：“这是 mod 改的，像连 mod 都可以改到别的其他玩家都看到了。”对，越奇怪。好啦，晚点见，拜拜。结束游戏。哎、欸，麻死了。哦，他们都在上面呢。哦，没有一个人。1:14:4，来哦！今天如果有要观众场的，1:14:4哦。
哇，好友都在玩 Monster Hunter。嗨，奈斯，你看要不要跟杰超去列一列吧？我晚点回来再来列。1:14:14，我晚点还要剪片，有点不想剪了，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。